兔子姐姐，你知道撒谎怪物吗？兔子姐姐，快去上学了。好的。我才不上学呢，我要出去玩。撒谎怪物出现了，兔子姐姐撒谎了，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弹力球。我再也不敢撒谎了。兔子姐姐，记得完成作业。好的，外婆。我才不完成作业呢，我要打游戏。他在书本里藏了一个游戏机。撒谎怪物又出现了，兔子姐姐对外婆撒谎了，我要把它变成乐高机器人。变我再也不撒谎了，我一定好好看书。兔子姐姐，你洗完澡了吗？我正在洗澡呢。洗澡太麻烦了，我才不要洗澡呢。其实兔子姐姐在玩泡泡。撒谎怪物又出现了，兔子姐姐又对外婆撒谎了，我要把它变成爸爸。我怎么变成爸爸了？我再也不要撒谎了，我一定好好洗澡。请看下一集。